街头啤酒王，试尽天下啤。我是今集大家的主持阿 Ben 啦。咁大家见到我后面的背景咧，我今集的地方拍摄咧就是呢个油麻地的果栏嘅。咁而家呢个时间咧系夜晚的12点。咁啊，啱啱好落雨啦，今日落大雨。咁呢度个环境咧，亦都系暂时嚟讲呢个时段咧，就未系好多工作的人员。同埋一啲工作嘅職員啦，咁亦都有一啲客人會繼續喺度購買呢個生果嘅。咁果欄咧都成立咗超過100年嘅事啦。咁佢由唔同嘅欄檔組成啦，包括佢呢個一檔一檔嘅。咁1913年已經有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係非常之歷史悠久啦。最近咧，亦都係復興一股購買外國生果嘅熱潮啊！最啱大家食嘅咧，就係啲日本啊、韓國啊嘅新鮮運動直送嘅生果啦。咁好多市民亦都會專程嚟到果欄呢度購買生果食嘅。咁呢度除咗有一啲唔同嘅果欄嘅欄檔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遊客嘅喎，平時。咁好經常啦，亦都係嚟睇一睇呢個歷史嘅古蹟咁樣咯，作為一個景點啦。咁今集咧，我哋要同大家介紹嘅啤酒咧，就係、是、Corona， 咁係一個墨西哥嘅品牌嘅啤酒嚟嘅。咁大家有時咧會飲到喺出邊咧，都會見到 Corona 咧係一個好有異國風情嘅一個啤酒啊。咁經常性咧，佢哋啲廣告啊，或者等等嘅宣傳咧，亦都係一個，譬如一啲沙灘啊，比較熱帶嘅地方，飲一啲好冰凍、好爽快嘅一個感覺啦。呢個就係佢哋所營造嘅印象嚟嘅。咁啊，介紹一下啦。咁我呢個支裝嘅 Corona 啦。咁另外佢係一個比較透明嘅樽啦，白色嘅。咁直接可以見到啤酒入邊嘅色澤噶啦。咁頭先啦，我就喺呢個marketplace 度買咗嘅。咁今日呢個 Corona 買嘅時候咧，就係61蚊有6支。咁我呢度買咗1支帶咗出嚟啦。而最驚喜嘅咧，竟然係有一個佢嘅冰袋送嘅。咁入邊咧我都有啲啤酒喺度。咁啊，所以價錢上咧10蚊1支啦，大概有個袋送。咁我覺得咧即刻要買啊！事不宜遲，咁亦都一路開一路同大家介紹下今一集嘅呢個啤酒啦。等一等先啊，大家。OK， 咁飲咗先。咁同大家講下啦，呢個355毫升裝嘅，呢度寫住，咁佢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字眼啊，譬如下面咧呢啲係西班牙文，咁另外咧後邊亦都有一啲中文，咁所以咧大家見到其實咧最主要咧前面嘅西班牙文講緊咧就係一個墨西哥釀造嘅入樽嘅啤酒。咁因為 Corona 咧 Extra 呢一隻咧，全部都係由當地墨西哥酒廠釀造嘅。咁 Corona 咧喺1925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有呢個啤酒廠。咁而佢喺國內咧佔有率咧係超過60%嘅市場佔有率嘅。佢喺國內亦都有6間嘅一個啤酒廠係運作緊，咁主要嘅地區佢個總部咧就係呢個墨西哥入邊嘅叫做墨西哥城嘅地方，咁年產量咧4100多萬噸嘅。咁大家見到啦，我而家飲咗2啖咧，佢個泡沫咧比較豐滿啊，咁一飲咗2次。挫一挫之後咧，已經係有一陣比較明顯嘅泡沫嘅啦。咁佢口感嚟講咧，係一個好美式拉格，就偏向於淡口，同埋有一個回甘嘅氣味，非常之淺嘅。咁所以咧係一個比較易入口啦。咁佢主打嘅一個
感覺或者是一個策略宣傳呢，亦都是主打一個年輕和時尚，甚至乎呢有人會覺得是有少少女性化，因為很多女士呢都會譬如去一些酒吧或者嗌一支 Corona 嚟飲咁樣嘅，我就覺得咧，本身呢支酒的嗰個啤酒花的味道咧唔算太重，亦都係可能由於佢嗰個落咗米同埋一啲玉米啊，即係熟米啊，咁所以咧有少少偏甜嘅感覺，就唔會太苦咯，所以都係好適合呢個女士嘅市場去接受呢個啤酒，同埋佢個設計上咧，亦都係一啲。皇冠啦、個 logo， 同埋有兩隻一動物咁。呢一個咧，其實係有少少佢嘅感覺咧，係一啲刺獸嘅感覺嚟嘅，因為佢個設計個 logo 上咧，亦都係尋找緊呢個有所唔同嘅，同其他國家，因為墨西哥嘅地區咧比較熱，咁處於一個乾燥嘅氣候啊，所以咧佢所有嘅呢啲拍攝的一啲，譬如宣傳啊等等咧，都會係行呢個路線。咁因為咧，佢呢種啤酒咧，非常之適合喺一個天時暑熱嘅情況之下去飲。咁好多時候，譬如沙灘啊，諗住一支355毫升嘅 Corona 咧，咁就係非常之寫意嘅一件事咯。咁今日咧就係呢個。落雨，所以咧都會有少少感受到寒意咯。咁亦都見到啦，後邊有唔同嘅情景發生緊啦。咁我唔再即係介紹呢個 Corona 之前咧，亦都應該係同大家有所準備嘅，因為咧呢一隻 Corona 佢個特別之處咧係。这个除了它有不同的文字所闪述它统一的一个发入樽的地点，我觉得这个是其他的酒呢未必有所这样的坚持的，因为在不同的酒我们品牌之前介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譬如一些成本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各方面的考虑因素，可能会在中國內地會有一些生產啊或者入樽啊等等的情況，所以導致呢他們兩邊的口感呢會喝下有些不同的，但我相信呢如果是這一種呢，它是墨西哥原裝進口的話呢，就算我去到當地墨西哥喝回同一款的這個呢 Corona 呢，個味道也是會一樣的，這個是我對於他們非常欣賞的其中一點，他們寧願用翻當地嘅一啲材料啊、大麥啊，咁佢哋嘅大麥亦都係進口嘅大麥啦。咁但係佢哋所有釀造嘅過程啊、水質啊、人手啊等等呢啲，作為世界第五大嘅呢個啤酒生產商、出口商，佢哋係盡咗應有嘅責任咯。對於佢哋嘅國家嘅經濟創造就業嘅唔同嘅機會，咁亦都係零零四四咧，佢個定位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唔同喺度，因為墨西哥啤酒喺世界做到知名嘅咧，只有係佢哋嘅啫。咁都係無出其有啊！就算佢哋而家入咗美國市場之後咧，喺1989年左右啦，入咗去美國市場，咁佢哋嘅銷售額咧係以年咧1.7倍去增長。咁呢個亦都係全靠佢哋自己所獨有嘅一個定位咯，我覺得係。咁同埋因為美國嘅拉格咧係偏向於當地市場，咁佢哋呢一種口味咧亦都係符合當地市場，亦都係作為嗰一年嚟講咧係非常之最大嘅進口啤酒廠商，所以我對於佢哋咧係覺得非常之有尊敬嘅成分喺入邊嘅。得噶啦。飲埋先，好快啊！你唔係個開門啫嘛？開門啊嘛，唔阻你。得，我去搬去第二度。咁啊 ，OK， 咁今日介紹到呢度為止啦，因為後邊伙計要開門啦。咁我飲埋呢度啦。好，街頭啤酒王試盡天下啤，但係飲咗酒後唔好揸車。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同埋
對於我哋節目有咩建議咧，歡迎俾個 email 我哋 ，subscribe 我哋，同埋俾個 like 我哋，同埋最緊要有啤一齊齊飲。咁我哋今集介紹到呢度啦，再見。